休息的话，他不，他直播的时候会卡的。两点多休息休息，不然他一直工作。
大人气。So long.
的收到火箭真幸福。说回去你97天，真的不想。
上九点到凌晨三点，最后想对你说，黑宝贝，尽力经营生活中的每一个点美好，告诉自己不要低头，即使生活艰难，世事无常。晚安，宝贝，在直播的自己是有名为九点位置的你，有哪些支持？感谢陪伴。2023年4月18日，你又陪伴了我一晚，感谢月宝，谢谢，感谢狗狗，感谢大开哥，感谢弟弟，感谢月月，感谢雪宝，感谢老板，感谢虎宝，感谢狗狗，感谢苹果，感谢月宝，么么哒，感谢所有哥们的家，晚安。好，4月16眼花了，不好意思。感谢地冠七619扎飞小白兔，大家晚安，我说错了。晚安狮子，晚安619，晚安第一，晚安玄宝，晚安满月，谢谢胡歌，晚安渣渣，晚安刘，晚安娃娃仔，晚安黑秀，没有忘记啊，晚安满月，晚安满八，晚安逍遥，晚安秀叶，晚安对水，晚安国王，晚安觉得，晚安归途，晚安正行，晚安灵不灵，晚安让它发生，晚安只有，晚安老婆，晚安邀约，晚安渣渣。哎，不对呀，月宝今天没睡觉呀，真怪。没有大姐的下一次，晚安虎宝，大家晚安，晚安遥远的你，晚安月亮，晚安得不到你，晚安叫我阿比。
先看看